所以呢，哈，刚刚前面有介绍过哈 ，Breaking 界有一个相当厉害的传奇人物叫做 Kenz Wave， 但是我们 Latin 界有一个相当厉害的组合叫做 Kenz Wave。如今这个厉害的组合要配上一个超厉害，也可以算是我们世界级的 Locker， 那是谁呢？那是谁？当然不可能是我啦，那个的人呢，他就是 Peter。